我叫马国祥，我是平顶山叶县仙台镇刘家沟村三组农民工。2008年，七月份到平顶市给黑心老板打工，在工作期间，因抬螺旋杆撞车，腰被砸伤。当时我说这是管子太重，抬不上车。老板的逼迫下，强制我撞车，然后腰被砸伤。砸伤后，老板不给我治病，还让我跪在地上干活。于2010年2月5号住进平顶市第一人民医院，然后于2010年3月25日，老板派雇凶到人民医院去打我，我报了警，公安不管，10渠道也不管，被雇凶当走了。现在把我弄的，医院也不给我，老板也不给我看病，弄得我，身体残疾，身体残疾，丧失劳动能力。现在是政府也不管，老板也不管，现在叫我流浪街头，也无我也。家有五户住房。